杀害无数生灵，还不俯首受死！ 一毫一善，与人方便；一毫一恶，劝君莫做。老赵，你们在这儿刨什么呀？我们在刨草根呢。刨草根？刨草根做什么呀？带回去吃啊。这东西。 能吃吗？我知道不能吃，可没办法，谁让赶上年荒呢？那你们怎么不找点别的东西吃啊？树叶还没长，野菜尚未出来，没啥东西可吃啊。可这种情况，官府都不管吗？别提官府了，官府只知道鱼肉百姓，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呢？哎，贫道明白了，百姓实在是太苦了，贫道得设法救他们。 夫人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夫人，你快尝尝，这咱们家厨子新学的手艺，香酥鸭。哎呀，看着就腻。哎呀，夫人，这个不腻，您尝尝这个。我说了，它不好吃。这，禀大人，衙外有一道人求见，瞎了你的狗眼。俗话说得好，吃饭皇帝大。 没见本官干什么的吗？是是是是，卑职知道，卑职知道。可是那个道人说了，他要亲自求见您。不见不见。是是，大人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嗯，段都头，你回来。啊。夫人，你有何指示啊？老爷，这出家之人呐，大多都有点神通。既然他执意要见老爷，必然是有要事啊。夫人说的极好。 段都头，在，你把他带入大堂，我随后就到。是大人。夫人，那我先去一趟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哎。堂下站的何人呢？知道贫道的人都称区区回道人。哼，我管你回道人去和尚的，快说。 找本官什么事儿啊？有件关乎大人您声誉的事，贫道在此向您禀报。快说来，让本官听听。刚刚贫道看见，在湖边有很多百姓正在刨草根。刨那个干什么呀？吃啊。那东西能吃吗？贫道知道不能吃，但是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。您说该怎么办呢？那是他们自家的事儿。陈大人，您是他们的父母官。 而他们是您的子民，这事儿怎么能和您没有关系呢？行了行了，本官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胡扯。来呀、啊！
把他速速给我轰出衙门。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是。陈大人，做子民的没饭吃，而您却和夫人在里面山珍海味，胡吃海塞，您这么做合适吗？这事他知道的。滚！滚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打断你的狗腿！一毫一恶，劝君莫作。你还说，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老道，你别走！哎，算了算了。哼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设法救这些苦难的百姓。让开，让开啊！让开！哎，兄弟，你们要把这头熊送去哪儿啊？道爷，年荒交不上税，好不容易抓到这头熊，要拉到衙门抵税。放了他吧，他虽然是畜生，可他也有灵性啊。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管他灵不灵的？让开！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！走了走了走了。怎么？要拿着熊瞎子抵税？是啊，希望大人高抬贵手，草民今生没齿难忘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赶紧抬出去！大老爷，求求你了！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本官只认白花花的银子，啊！你们说什么都白搭。大人，据学生所知啊，吃了人熊的肉，可成为神仙不说，还能长生不老啊，永远可逍遥不死啊！真的吗？是啊，尤其是那熊掌，那可是最好吃的啦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有这一番诚意，本官也是勉为其难了。那什么，那就留下吧。谢大人恩典，草民感激不尽。无量寿佛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你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陈大人，此物已有灵性，你若放了它，便是大功德一件。放屁放屁！你总扫本官的兴，今天要是不严惩你，那还了得？来呀，在在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重打4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给我打！是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打！陈大人，你别这么做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哼，不打你，本官我才后悔呢。给我重重的打！打！打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别打了！这声音好熟悉，是啊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别打了！停！哎呦！别打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大人！哎呀！哎！哎呀！大人，怎么是您啊？停停停停停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大人！大人！大人，您还好吧？好你个屁啊！你来挨一下，你试试。好啊，你们这些狗东西啊，连本官都敢打！哎呦，奇怪呀，奇怪呀，明明打的是那杂毛老道，为什么他人不见了，反而打到大人的身上呢？啊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莫非他有什么神通？哎，经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快说。那是发生在开封的一条街道上。落日斜，秋风冷，今夜故人来不来，叫人力尽梧桐影。老人家，能给口水喝吗？好。给，你喝吧。谢谢。您心肠真好。哎，幸好，有啥用啊？也帮不了我儿子和我的孙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最近城里闹疟疾，好多人都得上了，我的孩子和我的孙子也没躲过这一劫，所以，老身只好卖菜。原来，您是在为此感到难过呀？嗯，不用担心，贫道这里有一贴药。您只要照单抓药，然后拿去煎好给他们喝了，不出3天，他们就会好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
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认识贫道的人都称我回道人。回道人。啊，对了，等病好了之后，一定要把这个药发给别的人，不能拿去卖钱，否则呀就没效了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老身记下了。三千里外无宾客，七百年来云水深，行满蓬莱为别馆，道成瓦砾尽黄金。后来医好了没有？当然医好了。哎呀，如果要是能得到那方子，肯定能卖好多钱。大人，您忘了，回道人说了，那方子不能卖钱，卖完钱就没有效果了。嗨，他又不是神仙，他知道什么呀？那老妇十分感激，果然依道士之言，将那药单送给了别的病患。嗯，哎，还真救好了不少人。后来经他们推敲，这回字两个口，如果上下叠起来，不就成了吕字了吗？哎，有道理。能为善而不欲人知，还有如此神通的人，普天之下，除了吕洞宾、吕仙之外，还会有谁呀？嗯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我也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这事儿发生在湖北鄂城的一个小镇上。待宾科里长存久，化药炉中别有春。积德拜师何患少，由来天地不思亲。嗯，你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，赏我几文钱吧。哦，你有什么可怜之处啊？我的丈夫死了，家里还有位80岁的婆婆，我又是残疾人，没办法干活赚钱养家，只有每天到这里讨点小钱来供养我的婆婆。哎，可是贫道也只是修道人，没有横产，所以帮不了你啊。这样啊，打扰了。哎，慢着，道爷还有什么事吗？这样，你抓着我的拂尘站起来试一下。啊，这让他站起来，这能站得起来？这咋能站得起来？不站起来吗？这个就让他站。这让他站啊？那怎么能站？哎，六哥，站起来了。我的病，我的病都好了。你跟贫道走两步试试。我怕不行。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嗯，来，慢慢来，一步，两步。这什么？哎，这个不用吃药插针就能治偏瘫，这倒是挺厉害的。我的病都好了，恩公，恩公，太谢谢您了。请问您的道名是什么？我是回道人。请问您住在哪儿？我好登门拜访。贫道暂住棉花巷李家二层。棉花巷李家二楼。这种事儿，是啊，鄂城的老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儿啊？大人，刚才那杂毛啊，不，那道长也说了，他是回道人。段都头，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大人，卑职不敢呐。怎么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违抗本官的命令？
不是啊，大人，那个他是神仙呐，刚才您也看到了，他又有很高的法术，我怎么能抓得着他呢？对，是本官错了。那什么，你把他给我请回来啊。是。徒儿，徒儿，啊，你小子没事吧？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徒儿，这些日子，你都在忙些什么呢？徒儿最近啊，在为对付吃村嚼户、鱼肉乡民的贪官大伤脑筋呢。你指的是哪一位啊？除了那位越州刺史陈绥远，还能有谁啊？你在为那位陈扒皮犯愁啊？怎么，师父知道此人？嗯，他大秤收税，小秤倒卖，收买官员，欺诈商户，无钱不要，世间无人不知晓啊。那您还袖手旁观？此人为小菜一碟。哎，不要着急嘛，来喝酒喝酒。看来您老人家是有妙计啊。干！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段都头，段都头，你是周记酒馆的伙计，找有什么事？你要找的人，小的知道他在哪儿。快说，回道人在哪里？就在店里喝酒。我问你，你要老实的回答我，回道人是不是真的有神通？这个快说，不然的话我弄死你。的确是。伙计，来，帮我添点酒。来了，道爷。道爷，你喝的也不少了，天也黑了，那怎么，怕贫道付不起钱啊？要酒先付钱。贫道为师也无钱了啊。这样吧，贫道先把这把剑押给你。谁要你的剑？哎，贫道的这把剑呀，非同小可。哼，你就吹吧。这可不是吹牛，此剑六合气为炉，二气铸成魔，扑得风，换得雨，驱得云雾，屠得龙，诛得虎，专治妖魔鬼怪。别！哎，双风如巨阙，兵刃胜坤舞。光摇牛斗案，气压鬼神符。行了行了，你这把剑虽然厉害，但是它的作用还比不上一把菜刀。为什么呀？菜刀还可以切菜，你这把剑切菜都磨手。你，道长，道长息怒，非是小店舍不得这点酒，他主要是我们这儿天黑以后啊，他不咋安宁。贫道是修道人，不怕吵。不是吵，他是这个，是有妖怪。啊啊！你怕了吧？哦，那算了。哎，你的剑。你先压你这儿吧，到明日我还来。刚才还说什么六合气为炉，二气铸成魔。呼得风，唤得雨，专灭妖魔鬼怪。现在一听说有妖魔鬼怪，走得比跑得还快。行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把这收拾了。掌柜的，那这把剑呢？谁要那破玩意儿？干活。也是。根本就没有人。别自己吓自己。可是我这颗心啊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哎呀，没事，咱喝酒吧。酒逢知己千杯少。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哎，小梅，
咱喝酒吧。好险啊！今晚有意，要不咱们还是先闪吧。好嘞。死了死了，这下死定了。天哪！走，走！往这边走。想不到这把破剑竟能斩妖除魔。后来呢？那只宝剑说来也奇怪，它不伤人也不夺命，就是一个劲儿的飞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办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回看来是遇上高人了。我们今晚难逃一死。神仙，您饶了我们吧。是啊，请您高抬贵手，不要取我们的小命。下回还敢来胡闹吗？不不不不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会铭记在心的。好吧，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否则贫道定斩不饶。谢大仙开恩，谢大仙开恩。天啊，这都什么人呢？你没有骗我。我就算向老天爷借个胆儿，也不敢骗官爷您呢。看你也不敢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带路。上哪儿？找回道人啊。不行，俗话说礼贤下士，陈大人有所要求，必须亲自出马才行，否则他是不会去的。什么？我们大人是何等身份，我来亲自邀请已经够给他礼遇的了，我们大人怎么会来的？段都头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你也该听过吧。这哎呦哎呦。老爷您还好吧？好个屁呀。是夫人呐。夫人对不起啊，我说我这屁股好疼啊。哎呦哎呦。大夫您轻一点，小心弄疼我家官人。是是是。大人大人大人，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。啊，人呢？在洲际酒馆。这货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把人请到这儿来。不行啊，您不亲自去他哪儿肯来呀？我现在都成这样了啊，你怎么不动动脑子？我能坐轿吗？哎呦，大人，您伤得可不轻，需要多静养。听见了吗？可是咱得拿出点诚意来呀。您说我也请不来他，您再不去，他肯定不来。哎呀，我能去吗？我连动都动不了了，我。老爷，依我看呀，您还是去吧。啊？他是神仙呀，说不定随便一变。您的伤就好了。夫人，您认为我应该去啊？嗯，那好吧，既然夫人让我去，那我就去呗。客官，您的酒来了。小二，你把我的话带到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，一字不落的带到了。为什么还没来啊？朵儿，稍安勿躁，事鱼啊，总会上钩的。大人，您这边请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啊，里边请。哎，您坐这儿。哎，好。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去准备点好菜啊。好，慢慢聊。上仙，本官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为表诚心，今天特意带来一坛陈年贡酒，我这里给您赔罪了。给您赔罪了。我可不是什么仙，不过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吧。啊，来，大人，不敢坐，但坐无妨，请。慢点。多谢上仙，这位是家师。哎呦，先上仙，失敬失敬啊。请问贵姓啊？父姓钟离，单名一个全字。钟离权，那不是西汉的大将吗？曾经带兵征讨过吐蕃。没错，不过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。
大人，那已经是八百年前的事了，他现在还能活着，可见是神仙没错。我心里有数。来来来，来，本官为结交二位表示诚信，我先敬二位一杯。慢着，想跟我们喝酒得有两个条件啊。大仙请说。一是梅菜自取，二是得行酒令。好，请吧。儿口王，儿口王，杯中有酒我先尝，盘中没有下酒菜，割下耳朵表心肠。陈又备，陈又备，杯中有酒我先醉，盘中没有下酒菜，割下鼻子来相会。陈大人，该轮到您了。合伙心，合伙心，杯中有酒我先醉，盘中没有下酒菜，拔根汗毛表心意。陈大人，我们师徒二人为了友情把肉都割下来了，您只割一根汗毛，是不是有点太没有诚意了？不瞒二位啊，也就是你们两位上仙，要是换成别人，本官是一毛不拔。哎，圣仙，神仙，圣仙，神仙，别走啊！圣仙，别走！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师父，你也会生气啊？遇到这种鱼肉百姓，专门剥削人们的贪官，怎么能不生气呢？放心吧，师父，我一定会整治他的。徒儿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师父，您稍等一下，徒儿过去看一眼。你们几个人在这哭什么？哎，道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是马家四兄弟，由于自幼家贫，所以在这蒋云蒋府当长工。这凭劳力挣口饭吃很好啊。可是我们四兄弟有个嗜好，那就是喜欢作诗啊。这爱好文学可更是件好事啊。可是我们家老爷他就偏偏不喜欢。哎，这云彩满天空，呼呼起了风，风来必有雨，下雨好歇工。回去，走。你们四个不去干活，跑回来干什么？老爷，这外面就要下大雨了。该死的老天爷，下什么鬼雨？绝不能便宜他们。老爷，我今天想吃饺子，你们几个去仓房给我扛出一担麦子，把它给我打成面粉，去吧。老爷，咱这府里牛马成群的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四兄弟去磨？你们是老爷还是我是老爷？您是老爷，您是老爷，叫你去就去，还啰嗦什么？是是是，走走走走走。莫名其妙的东西，累死了。这东家真可恶，把我们当牲口使，这天都下雨了都不让我们歇着。可不是嘛，简直没人性了。这让我突然诗兴大发，想作诗一首。大哥，你请投。东家真可恨，心像一把刀，拿人当牛使，下雨都不饶。做得好，做得妙，做得呱呱叫啊。对，你们想找死啊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好啊，你
们几个不但不听使唤，还敢在背地里骂我。老爷，小的只是发发牢骚，没有恶意啊。老爷，是发牢骚，我看你们几个是想造反，非把你们告到衙门，重打四十大板不可。老爷，不要！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啊。我们这回被老爷告上衙门，这屁股非得被打开花不可呀。是啊，大哥，大哥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，这天下可没有绝对的事。这么说，道爷，你有法子救我们？你们放心去吧，到时自会帮助你们的。多，你们四个穷小子吃着你们东家的粮食，不好好听你们东家使唤，反而张口骂你们东家，真是目无王法呀！来呀，在，把他们四个给我拖出去。是，每人重打四十大板。拖出去。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着急，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道，嘘，道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没有在辱骂东家呀，我们只是爱作诗，东家听了我们的诗，就认为我们是在骂他，这岂不是冤枉吗？什么？就你们四个人也会作诗？大人，您笑什么？就你们四个扛锄头的脑袋也会作诗？这太阳简直从西边出来了。表妹，我那位表妹夫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表哥，这办案呢，它有一定的程序，可不是在菜市场上买菜，说给钱就行。是是是，这当官的，就是规矩多呀。不过表哥，你放100个心吧，他这次办案肯定会称你心意的。可是，表哥，你要是不放心，那我就派春花去瞧瞧。好，去吧。是。表哥，那我们去喝茶。好，请。大人，我们确实会做事。嗯，既然你们会做，那好，那就当堂做一首让本官听听。这作诗不难，可这诗也不能白做呀。对，做上来怎么着，做不上来又怎么着？如果做上来免你们的罪，如果要是做不上来，你们每人再重加40。好，我们做不上来的话，我们甘愿受这320大板，但如果我们坐上来，就证明我们没有辱骂东家，那东家污蔑我们这事又该怎么算？哎呀，这诗还没做呢，倒是反咬一口。好啊，如果要是你们能够坐上来，就免你们的罪，反而就打你们东家40大板。大人，您说这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，身为父母官，岂能蒙骗你们呢？好吧，大人，一言为定，就请您出题吧。好，就以这房子为题，你们要用诗把它给形容出来。开始吧。好，我先来。一栋3间屋，门旁有双窗，房前2株柳。屋后3棵桑。哎呀，真的会做呀！这下坏了，大人，我们这诗都做出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我们东家呢？这怎么能行啊？大人，难道你要食言呢？这，大人，食言，那还是人吗？对啊，大人，您这样的话还怎么当我们的父母官啊？这。等，快去把蒋云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表哥，您喝茶。多谢表妹。舅老爷，你快走。春花，你怎么了？老爷他。舅老爷，大人请您去前堂。他是不是要我去看打那些奴才？好啊。我要亲眼看那四个奴才的屁股是怎么打开花的！快走，快走！舅老爷，去不得呀，去不得！春花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不知道怎么了，要打舅老爷的屁股。
啊！大人，我冤枉呀！哎，疼死我了！闭目开花了。幸亏这次有神仙相助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咋知道他是神仙啊？他要不是神仙的话，为什么只有咱四兄弟看得见，其他人看不见呢？对，大哥说的有道理。徒儿，这回合你不但赢了，还给了陈绥远以打击呀。师父，您说这回这个陈扒皮他能改吗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呢，我看难呢。不要紧，慢慢来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。行，为师陪你。死鬼，还不给我进来！哎呀，夫人，这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不出我在生气呢，是吧？我今天非把你这些宝贝都给砸了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哎呀，夫人，你这叫干什么呀？哼！我干什么？那要问你呀。我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姓陈的，你少给我水仙不开花，装大头蒜啊！我真不知道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为何你收了我表哥的钱，还要打他板子呀？夫人，你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这事儿啊，全都得怪他。你说，他家里的四个奴才他都管不了，非得跑到公堂来烦我。那这么说，你这个亲戚是假的了？夫人，夫人，都是我错了啊，都怪那蒋云。我的大舅子啊，是个小气鬼。你说他区区四吊钱就让我来摆平这事儿，怎么可能啊？钱钱钱，在你眼里，你就知道钱。谁让我是贫家出身呐？打小家境贫困，多亏了礼部尚书岳父大人的提携，才有我陈绥远今天的好日子呀。亏你还记得此事。夫人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世上为官只为钱嘛，钱是个好东西，哎，这世上的人有谁不爱呢？是吧？夫人，你别为了这只铁公鸡伤了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啊。夫人别生气了，再生气啊就会变丑的。哎，对了，老爷，这神仙找到了吗？还没有呢。哎呀，老爷，这依我看呐，人呐，即使有权有势，也有美中不足。要是能够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，那才是真正的快活。谁说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派出了三班衙役，找遍了大街小巷，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我都快急死了。哎呀，老爷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好不容易有个当神仙的机会，这千载难逢，咱们可不能轻易放弃呀。你放心，我都想好了。过些日子，就是本官的寿辰，我会广发请柬。我在岳阳楼大摆宴席，我想一定能够把他请到。夫人，别生气了啊！我娶了你呀，我发现我娶了你，我也变聪明了。讨厌！哎，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啊，就会说好听的。哎，不生气了啊。去，挨家挨户把请柬给他们发出去。是。
老爷，嗯，所有的宾客都到齐了，韦道人呢？依然不见人影。那就再等等吧。是。哎，老爷，不行啊。嗯，学生的意思是，这开宴的时间是选好的吉时，万一错过了，对大人您的前程不利呀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。哎呀！哎呦，高老板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请请请请请啊！恭喜大人，恭喜大人！福入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福入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官运亨通，步步高升，青云直上。步步高升，青云直上。长生不老，福寿安康。长生不老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各位入席吧，请，请坐。各位，现在本官敬各位一杯。喝，你喝，你喝。段都头，在，你去看看，什么人在这里喧哗？接着喝。就这点酒，还不够我自己喝呢。我酒量有多大呀？你尽管喝，喝光了也不用你买。豪爽，嗯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兵大人，是一个道人和渔夫们在喝酒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扰乱本官的宴席！把他给我抓过来。是。嗯，好酒，好酒。来来来，这酒好啊。来，贫道也请你喝一口。喝就喝，我喝酒从来不啰嗦。好酒，好酒，真是好酒！来，你也来一口。我看算了吧，已经喝了这么多人了，我看你葫芦里的酒应该见底了。哎，你都还没喝呢，你怎么知道贫道这酒壶里都没有酒了？来，喝一口。好，那我喝喝。咋样？好酒，不但酒有气儿，而且这葫芦里的酒啊，好像一点都没少。哎呦，给我看看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还真的呀，啊，这个李白说呀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但在贫道这儿就是想喝好酒，贫道的葫芦里来。来来来，你们想喝赶紧喝。那我尝尝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别抢，一个一个喝，你们别抢。杂毛老道，你摊上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抢，跟我去见陈大人。凭什么呀？我又没偷没抢的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呦，这句话应该贫道说才对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跟我去见大人去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哎呦，该我来写首寿词了。江百万，你也会写诗？你可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给看扁了。是啊，就你这样的身材，是不能把你给看扁了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大家都别开玩笑了啊，就让我表哥写吧。嗯，表哥。对对对，就写一首吧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就用窗外的景物给你们做首诗瞧瞧。哎，哎呦，还真能写，还真要作诗啊！啊，真会啊！看看啊，远望君山一大坨，远望君山一大坨，不知谁家牛屎鹅，如果不是谢肚子。为何一次喝这多？哎呀，何者押韵？队长工整，好诗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蒋大爷也会作诗，真是福至心灵，开窍了！简直一派胡言，还溜须拍马，说是好诗呢！你这臭道士，什么人呢？你狗屁不懂，你还敢评价你蒋爷？哼，不如让贫道小露一手。哎。你要干什么？斯文之处，岂容你再次放肆？把他轰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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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有北岳，暮苍梧，袖里青蛇，胆气粗。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浪
银飞过洞庭湖。哎呀，他就是吕仙吕洞宾呐！哎呦哎呦哎呦，仙人呐！仙人，不量寿佛，贫道只是回道人，不是什么神仙，你们认错人了。哎，老爷，你知道吗？他可是神仙呀！不知大仙驾到，刚才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多多包涵。麦房，你没搞错吧？一边去。陈大人，贫道真的只是普通人，不是什么神仙。道爷，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，本官一心向道，还望道爷收我为弟子。哎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如果道爷不收我为弟子，我长跪不起。好吧，看在你潜心向道，贫道就破例度化你。多谢道爷。哦，不应该是多谢师父点化才对。徒儿。师父，嗯，您来了。嗯，几日不见，为师过来看看你。师父，这一切进行的实在太顺利了。就这个陈扒皮啊，是陈大人，他竟然能够幡然醒悟，虔诚向道。他这样突然转变，会不会有诈呀？不会的，陈虽远啊，他态度诚恳。师父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自己要小心。好，徒儿知道了。嗯。师父，师父。为师正在调息，有什么事吗？师父，徒儿遵照师父的吩咐，已经斋戒七日了。你是不是该把成仙的秘诀告诉随远了？人在宫门好修行，你呀要清心寡欲，平日多行善积德。急民所急，忧民所忧，待到功德圆满之日，你自然可以成仙。哎呀，我等不及了，是越快越好，最好是现在，能为百姓们多谋一些福利嘛。天下之事啊，可没有一蹴而就。俗话说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，更何况是修仙呢？你是不是在耍我呀？徒儿，何出此言？你既然是仙人，那就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。成仙之道在于修心养性，提高自己的修为，而非急功近利，达到神仙的境界而已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今天你是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站住，你给我站住。你走不了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只要你乖乖地说出成仙的秘诀，本官就放你一条生路。哼，就凭你们几个人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大可试试。是就是，怕你不成？给我拿下！你们喷的什么？其实没什么，那是黑狗血，专门对付你这仙家的。你们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，这叫无毒不丈夫。把他给我关起来。进去。怎么样啊，老道，想不想说呀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如何才能成仙？想成仙？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只要你肯说，这有何难呢？想我当时成仙，也是历过了十世。爹娘，孩儿回来了。娘，娘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爹，爹，爹！
像我祖父，官拜礼部侍郎，勤政清廉，家父在海州刺史任上也是体恤爱民，如今虽已告老还乡，开家药铺，可也乐善好施。现在双亲突然离世，是上苍在惩罚我，积德不够啊。娘，爹，爹，你也醒了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奇怪，我怎么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了？老伴儿，你可能是这几天太劳累了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孩子，爹这几天呢，身子不舒服。明日啊，你到铺子里帮忙一下。是，爹。喂，掌柜的，给俺抓副药。哦，好的，您稍等。嗯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快点，这么磨叽，病人早就断气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您的药一共是1两5钱。什么？1两5钱？你这不是在敲竹杠吗？怎么会呢？您这药方写的需要上好的麝香，所以价钱可能贵了点。只有1两银子，爱卖不卖？救人要紧。小店舍本卖给你了，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少爷，这人不是强买吗？哎，柱子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舍人几文钱，小店亏不了的。少爷，你人真好。哎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你刚才给我抓药，我到别家去问了，他们说你们家这麝香啊，不但品相不好，而且分量也不足。根本不值1两钱。那你说值多少钱？5钱。5钱？好吧，小店再退你1半。来，给你。算你小子识性。他这也欺人太甚了吧？哎，没事，没事。快，快去干活。嗯。大爷，小的饿了好几天了，你行行好，省口饭吃吧。哎呀，真可怜。你等一下，我进去拿。谢谢。给。就这么一点儿？那还是得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大爷，我还想要一兜米，一只鸡，2件棉袄，你现在能马上给我吗？可以，柱子，快去准备。少爷，少废话，快去准备。大爷，那人是谁啊？他翻眉弄眼的，好像很不情愿。不好意思，书童不懂事，还望您多多包涵。哎，没事，我肚量大。哎，否则我就拿去。大爷，您是好人，您为人不错，可是有人啊，小里小气的，以后您必定会受到他牵连。你这个臭要饭的，怎么说话呢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望您多多包涵。这还差不多。你，哎，柱子，少爷。我实在气不过，这大早上就碰到晦气事儿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出去一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小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我的羊被老虎吃了。别害怕，我来帮助你。连老虎都不怕。没事，长大之后你也会变得这么勇敢的。哎哎哎呀，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他
我脚好疼啊。依在下看，姑娘你的脚是扭伤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这附近既没有车马，更没有住户，这……那公子，小女子怕是走不动了，能不能麻烦你背我下山去就医呢？好不好啊？这怎么可以呢？古有名训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拘泥这些小节？可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快疼死了！哎呀！可是我怕我这样做会影响姑娘的名节。啰嗦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劲儿啊？这样吧，在下还是扶您下山吧。那要走到几时啊？为了姑娘的名节，在下不得不这么做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，哼！哎，姑娘，奇怪，刚刚不是明明崴到脚了吗？这么快就好了？于大哥，因为这块地是刚买的，我一时找不到人手，所以才请你过来帮忙。哎，国耀大哥，你说咱们两个乡里乡亲的，这点小事儿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就到了，就这块地，我呢去那边吧。好，你就在这边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辛苦了。没事没事。什么东西啊？秦砖？带回去吧。不行，家中虽然损失不少财物，可这金砖非我所有，我绝对不可私藏吞没。凡事自省，受辱不弃，见义勇为，欲色不迷，临财不爱。果然是一个真君子，适合成为同道。行了行了，啊，本官没有闲工夫听你在这里谈经说道，你什么时候愿意说，你告诉牢头，让牢头通知我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啊，把这个人给我看好了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是，如果他跑了，我杀你们全家。是是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叫我吗？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值得我叫？怎么想明白了？你要是早想明白，何苦受这么多的罪呀？是吧？说，怎么样才能成仙？你真的想成仙？当然。那我就告诉你。哎，快点，别绕弯子啊，告诉我怎么能成仙。你们都退后。是，快说。杀死你的妻子。啊，这样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人，怎么怕了？无胆之辈，看你那个熊样子，还想要成仙？哎，老爷，你回来了！春花，快沏茶。是，夫人。哎，老爷，他说了吗？老爷，你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他到底说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不快想办法呀？谁说没有想办法啊？可他就是不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到手的鸭子千万别让他再飞上天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在这唠唠叨叨的？什么？你嫌我唠叨？好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
你从前穷得没饭吃的时候，是谁施舍你吃的呀？啊，是老娘我。是谁不惜纡尊降贵下嫁于你，也是老娘我。哼，现在你成太守了，了不起了是吧？哼，我告诉你，就连你这个破官都是靠我爹弄的，你要是敢让老娘不痛快，我照样让你回家卖红薯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全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，夫人请息怒。孝生这里给娘娘赔礼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知错就改，这还差不多。我改，我改。夫人，你让我静一下，兴许能想出个好法子来。哼！这种要命的事儿，总是要干，我也不能自己动手啊。大人，哎，您急着找学生啊？这是也，眼下本官有一件很为难的事情，想务必请您试着帮忙啊。哎呦，大人何出此言呢？大人对学生有拔擢之恩，因此大人有困难尽管吩咐一声，学生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啊。好好好，本官没有白教你啊。大人有事尽管直言。这事儿非常复杂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大神您放心，学生定守口如瓶。你不愧是本官的心腹啊。你去啊，把我的夫人给杀了。哎呦，大人，您不是在说笑吧？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说笑吗？哎呀，大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学生是一介文人，这手无缚鸡之力，平时连杀条鱼都不敢呢，哪里干得了那种事儿啊？那你刚才说为了本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感情你说的都是空话呀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大人，学生是真的很想帮你呀。可是你看学生这个样子，弱不禁风的，只怕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。哼，养兵千日，我是连一时也用不上。大人，别说了。大人，您别泄气呀，兴许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。能有什么好办法？大人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他非但身手矫健，而且武艺非凡，也是您的学生，他定能担此重任。哦，那这个人是谁啊？本官怎么不知道啊？此人呐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行了行了，别再给我卖关子了，到底是谁？快说。老爷，他就是段都头。啊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呀？段玉康，谁在叫段玉康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对卑职有何吩咐？平日本官待你如何呀？大人这说哪儿去了？大人对卑职那可是再生父母，恩同再造一般。那现在我让你办一件事，你可愿意啊？大人尽管吩咐。你把我夫人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大人，您这杀人是要偿命的，这卑职哪敢呢？更何况现在……哎呀，你不敢就不敢，你嚷什么呀你？大人，卑职被……行了，别再解释了，只当本官养了一群废物。大人，大人。大人让我杀夫人，
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可能与回道人有关吧。什么人？我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自己要小心。师父，为何人心那么贪？有了权还想钱，有了一切后又想要长生不死。我不该太天真，轻易相信他的话。回道人要我杀妻，肯定是想试我，就跟他成仙前一样，必须经过多次测试。老爷，你到底叫我看什么呀？看。难道说看这个就能成神仙？来，这剑不是这么看的。这剑应该这么看。夫人，老爷你。夫人，没事的，他正在测试我，你会很快活过来的，咱们都会成仙的，很快就会成仙的。老爷，你要杀夫人？九花，不。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，快去禀报五殿，快点跑啊！周花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发生什么事啊！你马上安排四处去找，务必找到他，无论是死是活都给我带回来。大人，那春花不在夫人房间伺候夫人的吗？这大老晚上跑哪儿去了？你啰嗦个什么劲儿啊？让你去找就去找，快去找。是，我肯定给你弄回来。这边，这边。大人，见笑了，马上去办。不对呀，这个死丫头鬼心眼多，怕是又折回去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啊，夫人，你快活过来呀！夫人，你快活过来呀！夫人，夫人。我上了这杂毛老道的当，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妻子，不能这样啊！我现在成了杀人犯，我该怎么办？柯师爷，哎，柯师爷，哎，老爷，老爷有事儿吗？快去吩咐牢头把回道人给放了。是。哎，大人，这放虎容易捉虎难呐，学生好不容易才设计把他抓起来，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本老爷说了算啊？当然是大人说了算了。那不快去？是。还好我事先留了一手。哼，你可以走了。我？对。为什么要放我走？让你走你就走，少啰嗦，快走。那个人好像是春花，好像是啊，干嘛见了我们就跑啊？不知道，
去问个清楚。走。我去那边看看。是，好，走。奇怪，我明明就站在这里，他们为何看不见我？那是因为我。你，嘘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夫人。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！大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要节哀顺变呐。我身为太守，连自己的夫人都保护不了啊，我无能啊。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春花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，卑职带人封锁了全城，也没发现春花的踪迹。大人，夫人她怎么了？她让那妖道给杀了。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那回道士不关在大牢里吗？况且他浑身法力已经没了，他怎么可能出来行凶的？你们是知道的，夫人生前生性仁慈。他得知回道人被关，屡次向我求情，要求我把他给放了。我拗不过夫人，昨天夜里我就把他给放了。可是谁知道他这妖道恩将仇报，连夜潜入府宅想刺杀本官。夫人为了保护我，惨遭毒手啊！大人，您可要保重身体呀、啊！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来人呐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啊！你们看，这就是那个妖道留在现场的凶器。大人，您放心，我立刻派人封锁全城，捉拿凶犯。以正王法，为夫人讨回血债。好，柯师爷，你也下去吧，我一个人想陪夫人待一会儿。是。夫人，对不起。都是我害了你，回道士啊，回道士，我可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！哼！出来，来，停，走。大风起时，神飞扬。丈夫遇事起忧伤，莫看眼前虽窘迫，福如东海流水长。围起来！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当然又见面了。回道人，这次你摊上大事了。你们凭什么要抓我呀？凭什么抓你？凭着这个海捕焚书。这上面写的谁，你们就抓谁。当然写的谁就抓谁了。奉州官台旨，捉拿杀人要犯陈随远一名。哎，没工夫跟你在这扯别的，看清楚了抓谁。看得很清楚啊，捉拿杀人要犯陈随远一名。怎么可能？
真的谢得陈大人。哎，那既然不是抓贫道，那贫道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给我拦住，别让他跑了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我可就剩这一身衣服了，你们要给我喷脏了，我可没衣服换啊。好，那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。韦道人，你可认罪？贫道何罪之有啊？你杀了本官的夫人，难道你还想否认吗？好啊，你竟敢在公堂之上大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想当神仙的人可是你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贫道说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给我住嘴！现在公堂之上有你杀人的凶器在此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抵赖吗？还不快快俯首认罪？这句话应该贫道说才对吧？放你个狗臭屁！太猖狂了，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来人呐，把他重打40大板，让他认罪画押。是，慢着。怎么怕了？好啊，那就赶紧画押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贫道要是画了押，那你做什么呀？你还敢嘴硬啊？怎么，贫道说错了吗？来人呐，把那疯道士抓起来，打入死囚，等候斩首。圣旨到！陈随远接旨。陈随远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查越州太守陈随远深受皇恩，不思报效朝廷，反贪赃枉法，滥用职权，鱼肉百姓不说，为了自己成仙，不惜杀害妻子，诬陷好人，实有负朕恩，自即日起撤除一切职权，并交有司查办，奉事如幼，迭道奉行。臣冤枉啊！万岁，臣冤枉啊！陈随远，你还不服？我没有做，我服什么呀？好，那我就叫你心服口服。你进来吧。此女你可认得？春花。奴婢亲眼看见他杀死了夫人。不是这样的。还敢狡辩？他不是狡辩，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哦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一定又是你这个妖道在背后弄虚搞鬼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分明你们一起串通好了，一起联合起来捉弄本官，否则春花一夜之间怎么可能从京城又返回来呢？哼，你可知道天威难测，你懂吗？其实皇上早就注意你了。啊，来人，把这些骗子给我抓起来。是是。圣旨在此，你们哪个敢放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。段都头在。还不赶快把他给抓起来，你想连坐不成？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大人，得罪了。你敢？大人，您就招了吧。我招什么？昨天你还吩咐下人要对夫人不利呢。这是啊，这事学生也知道。放你们娘的狗臭屁！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关键时刻敢出卖本官，抓起来！你们，好啊，你们不想活了？放开我！押下去！放开我！把他带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我们走。哎，贫道也要告辞了。哎，我的宝剑呢？罗浮道士谁同流？草衣木石亲王侯。世间甲子管不得，狐狸乾坤只自由。师父，师父，你连我们俩都不认得了？
是啊。原来刚刚那两个武将，就是你们俩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早已改正归邪了。什么？不对，是改邪归正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改邪归正。改邪归正，好好好。我这都挨过板了，怎么还得把我关进来、啊？是啊，我也是。老头。哎，老头，哎，你叫我？哎，你认识我吗？你谁呀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？我是你们家老爷呀，你忘了？我们老爷换人了，你就别再闹了，让我安稳点。嘿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你把我放了，我给你很多钱。钱？对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当10年的牢头都不见得能挣这么多钱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趁着这人不知鬼不觉的，这夜里这一半三更的，你给我放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傻还是呆呀？啊，怕银子扎手啊？算了吧，我可不敢做违法的事。属下要和你一样做你的邻居，我的一家老小靠谁养活？嗨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算了。嘿，怎么赶上这么个主啊？你想明白了，嘿，这就对了嘛！赶紧给我放了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！哎呀！哎，滚！滚！滚！别过来！我是人，不是鬼。啊，不不不，你不是，你是鬼，是我，是我亲眼看见你。不，我并没有死。啊，是大仙救了我。夫人，夫人呢？你让一下，大仙。告我爹，替我报仇雪恨吗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是大仙大发慈悲，施法救了你。多谢大仙。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怪凡人心不坚。大仙，我明白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夫人，你真没死啊？嗯。太好了。这样我杀人的罪名就不成立了啊，我马上就可以出去。你赶紧让他们把我给放了。放了你？是啊，你还当你的太守夫人。我还当我的太守，咱们还跟以前一样想法子多弄钱，弄钱，弄好多的钱，为了咱们的后代。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了我那一剑以后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恩断义绝了。嗨，都是那个老道，他非得要测试我。那你就真的给我一剑。我，哎哎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别走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夫人，你别走啊，我不应该满脑子想成仙，不择手段的害人。
我错了，你让他们给我放了吧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你给我放了吧，放我出去。一毫一善，与人方便；一毫一恶，劝君莫作。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